9月21号上午，蒋总统靖国先生亲自为杨亮公子整配挂一等青云勋章，并且发表贺词。随后杨资正也致辞表示感谢。今天在场观礼的除了杨资正的公子杨承瑞、杨承先夫妇之外，还有李副总统邓辉先生和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等人。